哦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系 Wing Kong 嚟玩《炉石战记：旅店大乱斗》啊！好，全都是蜘蛛，系咪蜘蛛跑到处都系啦？唉、哎，呢个玩过啦，以前。不过而家咧，呢、这个古神水战出咗之后，就多咗啲新嘅野兽啊，诸如此类嘅嘢啦，系啦。咁啊，要玩野兽啊！梗係玩德魯伊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因為德魯伊有呢個加二印記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好似好啲，咁獵人都得嘅。咁啊，一人如果係睇下點，可能有機會玩獵人都得。哎，果然系大家都系有需要玩德鲁伊。我必须保护大自然。对，大自然很重要。大自然很重要。听我即刻有印记或者点先？挥击都唔错啊，可以。唔会攞嚟杀只蜘蛛啦，当然一开始就。咪留翻个代币，好似都 OK。对手仍在选择，系咪应俾卡包我 GG World Play 啊？冇开始啦，咁可能三蚊蜘蛛佢都唔知抌唔抌好。嗰阵水水其实多咗都几多野兽，同埋大乱斗嘅开放模式咧，其实个野兽嗰个种类多好多咯。都系打面定吹我啦，应该打面就抵少少嘅。咁但系第二枪我有 cons 可以搏淡水鳄或者点都得。啊，就呢个 OK 嘅呢个蜘蛛咯，似蜘蛛不同皮蜘蛛啊。用打面啊！我咪应该挥击咧，等阵就可能佢挥先唔出奇。要开始吹就睇下佢四 mana，睇下可能佢出野兽都可以。三百骆驼啦，两边都掘只织网者上嚟啦。感染的狼都唔錯嘅，可以揮擊啦，咁再拖一 turn 成 turn 俾一一撞咁樣啦，即係唔好俾咁多一一撞，或者就吹咗先睇下有冇四 cos 怪嗰座。咁咪類似燒晒啲嘢佢啦，即係揮擊就唔會出㗎，但呢張企牆就可以燒喎，幾開心係咪？咁呢個係織網者同織網者比較，即係其實淨係捉張三二。
咪對面個成廳都野獸噶啦，萬獸之王，誒兩攻啊！咁攞出萬獸之王咁搞笑，應該有隻王者喎。即望這瞬間變野獸，表示草原獅。吹唔吹佢啦？已經可以嘅。其實應該係攞兩隻撞死好啲，定係點咧？即只變咗係六，係咯六攻四防，咁係咪好少少？撞死用呢只草原，即係唔用用自己撞死佢，不過佢食四釘啦，而家佢就。萬獸之王啦，又係攞出嘅。螃蟹冇魚人嘅呢個應該係死亡之星效果，有四星就係九月的狼。咁咪冇啦，繼續打啦。喺呢個場冇魚人，呢個真係一隻一二嚟嘅。馬洛尼最強嘅野獸之一啦。我想觸發佢嘅死亡之聲。睇先，九七就問啲。睇先，三四五六，即最多都係。客槍打唔打死佢喎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啊！如果加埋英雄能力嘅話，通常就唔會啦。通常應該有揮擊或者點清到牆或者點，或者揮我面都可以啊。兩隻、三隻萬獸之王啊，係萬獸之王。六六，烏鴉掃將。如果烏鴉掃將到將空白白敲，我都可以贏到嘅。如果唔係，就掹啲。食馬龍啦，四星啦，佛傷加二，九滴血都唔係耐。再發動一次啦，試下。我發入 deck 裏邊，咁啊放兩隻六五就可以有機會，又容易啲衝落去。不過如果對面揮擊或者點，就黑死呢個牆，呢個牆太多一一係唔會復，唔曉做任何嘢嘅。即係如果你殺咗佢，就冇死亡之星或者點。
呢啲蜘蛛真系野兽嚟嘅，唔同佢鬼灵蜘蛛，鬼灵蜘蛛嗰啲系幽灵蜘蛛，系幽灵唔系野兽。搏紧黑落许王，我睇你系。着裤土狼啦、啊，黑落许王九 mana 啊，可能如果佢就算抽咗黑落许王，其实佢赢到，即系呢张卡如果黑落许王嘅话。唔系，系加之瑞拉戰花，我抽二。不如抽輝擊或者其他嘢咧，咁有機會就贏到嘅，因為有叢林嘅，冇，全部都係。唔掂喎，六七八九先啱打曬呢只，咁就會加攻加二加一，就變成六。我得翻30血，因为弹佢一下，弹佢一下呢只，只系弹一下呢只咯。佢六攻暂时就系、是，咁苏鲁伊应该系冇整亲自己嘅卡嘅。如果憤怒嗰啲都好似就係滴翻手下用啊嘛，全部都係冇咁靈活。咁咪六九應該係打我只六一啦，係咪啊？係咯，變12啊！但係得翻三房，其實好容易拆到。我台上有三四五六七八。鋪積木者啦，都係一樣啊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争两钉，回收可以回收呢只嘅，但系可以打死佢又，佢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都系唔好搏，有时真系，我打死咗呢只先啦。24。48，96，我12低阶四重，可能蜘蛛、融合犬、捉网者。暫時就係咁啦，咁睇佢點吹啦。可能就係呢個 random 嘢，反而仲考玩家嘅一個呢、這個靈活性思考。咁幫我低血佢，低血兩滴，低兩滴血。各種等待法術，有冇怪係死星俾法術嘅咧？好似冇，死星抽卡就都有，死星法術就冇。可能之後可以牧師可以幫手諗下。眼鏡蛇，哇！大蜘蛛，咁但系殺唔殺到我只95呢？戰印記，嘲諷，冇啊！佢回收，佢死，古神休過。OK fine。嗱呢只呢只犯規，呢只唔係野獸嚟嘅，嘻嘻。都係吸牌包啦，咁啊玩埋一鋪獵人咯，試下一鋪獵人，贏輸都好啦。做咩職業係有野獸係勁嘅咧？唔係，即係有，原來即係網只係 random 野獸，唔限職業啦。咁有咩係法術係可以幫到野獸？唔係野獸 in general 啦，咁啊，但係怪 in general 啦，聖騎可以 buff 啦，戰士可以清嘅，不過清埋自己，
阿斗式力量咧，随时可以你揾个台阶去用啦。嗯。仲有咩咧？冇咩特别特别，我都系德鲁伊同埋猎人应该系最容易玩到。哇！点解玩德鲁伊又玩对德鲁伊，玩猎人就系对猎人。我飞身塔，Go！亚洲奶爸。不过织网者喺标准模式开始之后，哪怕萨马斯冇咗之后咧，咁啊都系比较惨啲，因为冇得用。大家都要用嗰张咩感染乜嘢三个法力，然之后将全部嘢变成系死亡之星，系四 U 版变野兽上手嗰张卡。下 turn 先開始 trade 咯，其實咪一路打住面都可以，OK 喎，其實可以。擊殺命令尤其好用啦，都係。五 mana。三 mana 嘅怪有幾多咧？接受，冇去放陷阱先啦，有一出就出下。睇下佢點吹法。放紅其實都勁嘅，放紅。佢啲法術係 random 擺，定係嗰幾張嘅咧？我發動秘密放學陷阱，不過有放嘲諷一場嘅問題就係，佢可以打只嘲諷，但係佢會得到野獸，我得唔到，所以可以而家都 trade 佢都得嘅。但係放唔到四 mana 或者點咧？就問啲，或者可以打面啦，當然乜都得啦。希望佢放下。色盲者兩隻，如果換曬碎三隻色盲者，咁咪就唔夠，唔夠力打爆只紅佢。野豬一防野豬，睇呢只衝鋒有用，憤怒雞，打面啦，獵人可以用強力射擊就清過呢個牆。有冇呢張卡落咧？好影佢老虎定係動完犀牛咧？應該係老虎好似好啲，一動完犀牛你搏多有張精武仔出就嗰張已經即刻有衝鋒嘅底啲。你睇嚟係哦，狩獵開始。119嗰只冇冲锋嘅嗰只就葵犬，哇！巨轮全部食一，死晒，百百重重，冇啦，要杀咗佢啦。哇！其實五都得嘅，佢下聽會燒死自己嘅，同埋佢出職望者都會即刻俾人俾自己燒死。嗯，錯少少，即係21好容易俾人 trade 咗，咁唔好去衝鋒又唔係好抵添。有乜諗？回想一下又好似唔係好抵。咁多手牌過我幾張佢？七張我得四張，唔係咁好啊！沙蟲都 OK 嘅。
但系就你打寂寞者，打死寂寞者，再打下就都好似唔系咁好，清一堆寂寞者咯。但系你都白白嚟清怪，不如你直接打面系咪先？已经快要没了。都四个 mana 去追踪咗一下寂寞者啦，寂寞者打面，跟住再。探险者之舞，绿帽嘅虫虫，六宫呢度，哇！呢条片比我想象中长，可能大家谂嘅时间都耐啊。因为你平时放怪，你自己知，你一知道自己副 deck 有咩，即系就算竞技场都知道自己副 deck。而你 on curve 啊，你以前唔系一 course 执住晒啲位，净系出几多张一 course 嘢咁样咯。你点解唔换到一一咁，我会打唔爆啊？万兽之王，寂寞者，感染。诶，真系仲系叫感染啫，我以为叫感染乜乜咁样添。两张野兽就唔打灭，下 turn 应该系沙虫好少少，系咩呢？谂谂先，啱嘅，摆沙虫。如果佢唔系戴望眼镜蛇，我应该就摆沙虫。就唔一定話清場或者點打佢面都抵。兩隻野獸，喂，發現野獸可以就係。出先呢、這個立八攻啦呢、這個，如果咁八就出，可以發動死星，吸野獸上手，出攻，打面，打呢只先，咁佢呢兩隻先打到沙蟲。但如果兩隻都打到沙蟲度呢，咁呢就生存。除非佢用呢、這個法術卡嚟清佢。如果唔係我打女王再打面都勁呢張，或者純粹打面都得。或者佢就用原生恐龍都未定啦，當然。原生恐龍佢就可以蜘蛛變三二清我只五三先，五先可以跟住再抌其他嘢，再諗其他嘢都得。唔係咁樣打喎。九張手牌。不過咧，發現同埋即係王者唔同咧，發現咧淨可以發現一啲係。發現一啲你嘅職業嘅嘢，我四三，四三四副土羅，兩隻王者，秘密可能係冰凍，睇下係咪冰凍先。咦唔係喎，咁就發現野獸。沙蟲，
追击冇咗一只三三。其实血少十万龙得嘅，不过保持住佢拆我又拆佢嘅情况啊，呢度都系。因为咁如果佢两张你打我少少十万龙，即系话就话高攻啲，但系其实如果点样打唔点都打唔到嘅话，咁其实高攻都冇用，你都俾一一换。你不如出两只织网者，戳啲嘢手上嚟好啲。哎呀，去探面只织网，我已经忘记咗呢件事。不过探面只织网跟住点咧？换我，但系环境石啱啊，抵嘅系。因为如果佢出大要出大怪，要坐只环境石度就掹啲。咁佢又探面只织网啦，都系。不知维拉啦，哇！虫虫探险者之母，我杀到佢就六九，但系我要死，因为佢六九会打我一一嘅话，就会变咗十二八，系啊，只虫虫就要死嘅，我系巨大沙速。如果咁样佢咁样打落嚟，咁但系可能出咗只嘢就系冲锋嘅，咁可能就即系变成有冲锋嘅咁样，或者系边嘢就去冲锋啊？咁谂先，好似冇咁啊，好似有，除咗猎人召嗰只嘢冲锋之外，仲有边只咧？即系猎人动物伙伴召嗰只有冲锋之外，仲有咩有冲锋咧？野兽应该有，哇！黑落去喎。探面只织母，冲死只狗狗，然之后就打面添啊！竟然系爆裂射击，叫织网者上嚟。暫時係咁先。嗱，咁佢有頂探險隻之母啦。佢有兩頂就可以爆壞定幻境蛇，就我就問啲。係啦，但係我有爆裂射擊都可以射死佢嘅。我用台面嚟換佢嘅話，呢鋪好似比上一鋪刺激少少，定係因為時間耐咧？純粹。等我咁样都拍到30分钟片喎，好似，即系唔够爽脆啊！猎人唔系好快嘅咩？全面备战，出法术就可以把猎人牌啦。咁只之母，哇！双倍攻，双倍多啲喎，咁样。出咗只猎人牌喺手上啦。會唔會犯規又唔係野獸牌咧？唔係，誒，織網者產生嘅草原士啦，跟住應該冇法術啦，咁啊打我七滴，我睇面幾攻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四十三，揸釘佢先死喎，咁睇下有啲咩先。比斯巨獸，殺咗呢只啦，呢只要殺啦，我就射擊啦，咩上手啦，森林狼 OK 喎，森林狼扭翻先，我俾你大頂帽先，織網者。由织网者产生嘅织网者，织网者就射击打面，好血量去到七滴，我话八滴，好紧凑啊！
哦，有冲锋野兽，我记得啦，一一野猪系有冲锋嘅，记得了。当然放狗都系有冲锋啦，佢放哇巨大沙虫，咁两咩拿得出咩咧？嗱，我有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钉喺对面，佢冇嘲讽佢就输嘅。有嘲讽我可以三人狼加，即系冇，喂，差唔多只尖帽，即系换咗3、3。野兽仲有咩有嘲讽？新 set 好似有一张嘲讽，咪有野兽啊？系啊，新 set 好似有，古人4年好似有，我都忘记咗。蝙蝠要全面被电产生，都系野兽嚟嘅，规则之内。好，咁啊，搞掂啦！哇，31分鐘条片，黐线，你拖太耐了吧？呢边，咁开卡包啦，又系呢个大家好中意睇嘅环节，睇人开卡包最开心，系咪先？我冇乜特别嘢啦，用下爆发啦。我嘅 moving 卡唔可以 GG，咁啊有机会可以睇我 YouTube channel 其他片啦，或者系炉石啊、LL 啊，其他 DM 都有，有时有啦。咁啊直播啦，wincow01，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